大家好，我是李佳颖啊，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国家大剧院。那我任职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第一小提琴声部。在新的一年里面啊，祝愿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平安。也期盼在接下来的新的一年里面，中国的古典音乐能够让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听到我们的声音。那我更是期盼在新的一年里面，两岸的交流能够更加频繁。